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超强班。根据 MyProject 加分制针对1500名上榜生所做的调查，总计有70%的考生在两年内考取高普考考试。目前推出的超强班是什么班呢？超强班就是指提供两个年度的云端课程。以报名11年度高考一般行政类科为例，您可以观看11年度及12年度的高考一般行政年度班，共两个年度的线上云端课程。超强班的产品特色有：一、学习方式自由选，第一年观看云端课程学习，第二年由自己决定要继续以线上云端方式学习，或者升级为视讯考取班；二、考取后退费，第一年考取报名同考试别、同职等相同类科，将扣除第二年云端年度班费用，第二年以使用教材费用余额退还给您；三、加值服务，提供两个年度名师申论批改、超级解惑王 App 等专属价值服务。四、学费省最多，以高考一般行政年度班为例，学费58000，如购买两个年度学费116000，现在购买超强班学费只需84000，现省32000，还有函授官网优惠可搭配， CP 值最高。五、零利率分期付款没压力，高达27家银行可分3期、6期，减轻学费压力。超强班提供您 CP 值最高的考取方案，如去洽课，可至以下门市据点洽询哦。